有圣诞气氛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菜单，有牛肋眼、梅花猪跟樱桃鸭。他这一边的食材都是用他们宜兰五郎这一边的食材都是用他们宜兰。两次都错，食材都是用宜兰当令的食材，主打就是五菜单的料理。所以如果你们下次来，应该不会是相同的菜单。开胃菜送上，名字超长的那个，炉烤澎湖小馆趁橄榄番茄红椒酱，这个就是红椒酱。这个小馆是澎湖来的，超大，跟我的手一样大。看小卷非常新鲜，因为我切的时候很好切开，我咬的时候又很 Q 弹，我喜欢。你会喜欢，那就代表真的很好吃，很 Q 很鲜甜。它的香料用得很好，因为它完全把那个海鲜会有的那种腥味全部盖掉。我觉得它的红椒酱调的超好吃，它的酱料有跟番茄一起煮，所以我觉得综合了它那个辣度。我现在很会跑。那你可以做一个最恐怖的鬼脸吗？啊，爸爸先示范一个，快点。不用示范就很恐怖。快点，对你讲得很好。哎，你现在示范得很好哎，换你。哎呦，好可怕哦！你看爸爸在示范。哇，示范得太好了。第二道汤品上菜，栗子南瓜卡布奇诺汤。它这边有烤南瓜，你可以闻到很重的肉桂味，因为它在烤南瓜的时候上面会撒肉桂粉，还有蜂蜜跟迷迭香。我觉得好好喝，南瓜味好浓好浓。它的南瓜浓汤没有任何的粉的味道，是完全纯的南瓜泥的味道。它里面这一块南瓜的皮超好吃，很甜，可能是因为我加蜂蜜。通常吃这种，我前菜跟汤品吃完我就要饱了。第一道主餐送来了，苹果格马兰梅花猪。它的盘子是用这种薄薄的石板，超有质感，好好吃哦。你知道苹果在哪里吗？它是苹果酱，它是上面这个酱，咸甜咸甜的感觉，然后它那个肉质很嫩，吃起来完全没有猪味。你讲一下，拜托你讲一下猪的口感，比那个夜市的猪排好吃。也不能说他讲的错啦。这是第二个主餐，香科芒果樱桃鸭胸，很像鸡肉的鸭胸，很好咬断啊，然后很嫩。第三道主菜，我自己点的是牛排，香煎乐眼佐红酒酱。它这个煎大概是六分熟，肉质的嫩度还有它的汁，一咬下去就会化开在嘴巴。看一下内部的这个熟度，它牛排真的煎得很好哎，里面真的是很嫩，外皮又有焦香，完全不会觉得恶心。这种肥牛肉的部分，我弟最爱。叫叔叔出来，真的好吃，你看他刚刚满满全部吃完。最后一道是甜点，抹茶提拉米苏，这边还有雪花巧克力，超可爱的，超好吃哎。它这一层是 cheese 蛋糕，因为抹茶是很容易腻的东西，可是他把它两个放在一起，居然是绝配。这一餐一到一百，你给1、2、3，85、90。我可以到95哎。那我给他85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会吃不饱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肉质啊，不管是猪肉、鸭肉或者是牛肉，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。哎，你真的很公正哎，对于男生来说确实是有点少，高级餐厅都是吃不饱的。晚餐推推，好好吃的这个卤肉，我们拿一个东西骗他啊。敢吃卤肉，吉祥物叔叔抱抱，珍珠宝贝，你们两个可以笑一个吗？算我求你们了。2019年圣诞节交换礼物即将展开，请大家到台前坐好，大家赶快坐好啊！我要来宣布规则了。这一坨是我们14个人准备的礼物。首先第一个步骤，大家先决定好自己座位的顺序，来报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好，决定好之后呢，等一下数支，数到那个人是第一个，从逆时针开始轮。第一个人就从签筒里面抽签，签筒里面是大家描述自己的礼物内容，抽的那个人可以一直换，换到他想要的那个礼物，大声的把纸条的内容念出来。所以写的那个人就要说他自己的礼物是哪一个，然后送给他。最后大家再从一号一个一个拆礼物。好，现在来数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。就发第一个，我忘了讲一个规则，就是。如果你不要的那一个签，你就不能再放回去，你没有回去的机会了。哦，这个不行。全部我都不要，那你就只能拿最后一个啊。等一下，你现在抽了几个？我决定要更改游戏规则。他现在已经抽了6张，我们决定要更改游戏规则，最多7次。那你大声的念出来你的礼物。我要日本空运来一台哦。这个听起来是我最想要，原装进口，男生绝对爱。谢谢，就是我的礼物，我来准备。全场你最适合，我说真的。该不会是飞机杯吧？舅爸说也是可以。没人敢。我忘记跟大家宣布一下，我们这次交换礼物的主题要有趣。可以现场使用，不可以是吃的跟喝的，然后金额不限，因为不要给大家压力。好，下一位，等一下拆礼物的时候，大家都要现场用哦。如果我真的送飞机杯，你就是罪魁祸首，改朝换代，你吗？你完蛋了，给他那个烂礼物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看看啦，出来一场会不会来啦？会
震动每天都可以用。你用这个黑糖就不会来了。为什么是长条状的？会让你皮肤变好，身材也变好。全场只有你能驾驭。恭喜你，拿着拿着，等一下开。好多烂礼物被抽掉了。可以得趣味串。爱马仕哎，我就第一个了啦，好不好？很贵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礼物你一定会爱，而且你会马上换上去。真的很舒服。飞了。哇，你让小倩舒服，快点。九四实用，你会喜欢。所以现在还没有人拿到他的。谁带啦？谁要啦？不要选的，我们三个直接一人抽。好，感应一下，快点。你们两个注定会有一个人拿垃圾袋。开发助兴必备。不是。弟弟的先念出来。不管你到哪，我都能跟着你，陪着你，温暖着你。如果是什么地毯啊、棉被啊、枕头啊，剪刀先帮我准备。哎，我觉得这游戏蛮好玩的。现在打开就要立刻用了。飞机杯，飞机杯。艾尔莎的加分。帮他带，帮他带，快点。你女儿超想要的，好不好？很贴心，你要有刘海，或是你要这样吗？油头的概念。这个听起来是我最想要的。是不是全场他最适合？谢谢啾爸，谢谢。你无聊，你就可以在家扮 Elsa。你来自 America， 帕克也傻眼。攻击回去你的伎俩了。iPhone 的盒子，不要贴贴。现场搓，你这个非常符合主题。有啊有，这一块毛不见了，会痛吗？你说还好，刚刚你犯累。你们是2019最衰夫妻档，地狱倒霉鬼。洁面按摩仪，哎，你送太好了吧？这个震动，如果你有其他需求，其实也可以。姐夫脸很臭。有我快吗？藏在衣服里的腰包吗？哦，那这就是我的啦！谢谢你 ，Elsa。漏胎装吗？现在用。2019最强漏胎装。你这边已经破掉了。为什么是我？这比 Elsa 更惨吧？烘鞋机耶！我要。有你们这种来真的朋友，我很开心。我要买四个盒子。踢走。喜欢吗？你记得我们去哪里的时候看过这一件吗？北海道。对，艾莎也是北海道买的。我真的是全场最好的了吧？因为我想说都是姐姐送好一点的东西让你们抽。对，鼻毛机。是不是真的很舒服？你叫星巴克。哇，很可爱啊！想要吗？除了这个，其他都想要。露胎，露胎想要。给他，给他。对不起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定是他夹娃娃不要的。很可爱啊。然后再给你换。啊，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，睡袋吗？也还不错啊，我可以睡在阳台啊，我今天睡外面，拜，我先走了，拜。2019圣诞交换礼物成功。交换礼物完之后，马不停蹄的来准备另外一边的庆生场景。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叫俊伟带他女朋友过来了。我蜡烛已经点下去了，等一下进来的人会吓死，对不对？我害羞。但你戴这个好可爱耶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感动了是不是？戒指拿出来了啦，戒指嘞啦！干嘛大家这样帮我过？希望大家就这样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，然后你们感情一直都这么好。好，希望大家工作顺利，然后也 YouTube 破100万。好。第三个自己偷偷取，希望俊伟赶快娶我。你要嘟嘴假装，你那个嘴会不会很丑？会啊。你可知道我们有多辛苦吗？真的很生日快乐。这个蛋糕是我们买过来的，但如果你们有庆生的需求的话，清和别院也可以帮你准备蛋糕，很方便。晚上10点准时收看综艺网很大，今天要宣布我跟我妹谁获胜。24比9，立刻可以抽到黄球。美球，美球，美球。好了，这集就先到这边了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臭宝贝早安，早餐世界丰盛。这个是紫薯地瓜泥，臭宝贝也可以吃的。好，哇，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哦。这个早餐的海鲜粥，它很像我在日本饭店的那一种早餐，一夜干是不是？芋头萝卜糕，葱花玉子烧，它的芋头萝卜糕是一整块的，有点像自己家里煮的那一种，很适合早上，因为很清淡。吃完了，如果你一碗吃不饱的话，是可以请管家再帮你添一碗。我们现在准备要退房了，跟大家谈一下我们这两天的感想。想要放松啊，或是想要带家人来，或是有长辈，你都可以来这种地方。如果是朋友要办 party 那一种的话，可能就不太适合。
因为我刚刚有大概跟老板聊一下，他就说他们现在可能比较缺少的是亲子这一块，但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并不会让小孩玩得不开心，他的空间设计都是很多很多很大面的榻榻米，所以他们在爬的时候其实非常安全，这样很日式的环境可是却是适合小孩子的，反而会让整个质感提升的。我觉得如果这边要硬插一个什么溜滑梯啊，反而会破坏他整个感觉。整间招待所让我们的感觉是他们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好，其实它的价格也不会到太贵，以一泊30来说我真的觉得是合理的，你们可以自己去官网看，重点是放心，我绝对还会再绕人去跟老板谈一谈。如果有什么任何的家庭聚会，我真的非常推荐清河别院。清河别院，拜拜。